方便的话，我们一起跪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能够回家，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今天是安息日，也求安息日的主今天给我们平安，给我们灵魂体的安息。让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自己本身跟神祷告。哈利路亚。
请大家一句一句的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了我们安息日，谢谢你那么的爱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回家了，我们求你的宝血再多一次的洁净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求你也祝福我们灵魂体都蒙福平安。我们渴望今天能够再多一次的遇见你，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朝见你，我们一定不会空手回家。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大家一起说阿们阿们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儿子，因圣灵感孕，由同正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人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阿们。好，大家一起站立起来，看看你隔壁的人，你跟他说今天晚上能够看到你真的很开心，然后跟另外一个隔壁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阿们。让我们一起来拍掌。生活无希望，有时路途艰难，愈行愈远。有时我买着着我爱的物件，有时去到了风过是落的山，有时心内感觉生活无希望。
야소의 명 위안의 시절 과 기도 더 떠자 교생랭 정화 需要你，分分秒秒。
求你听我的声音。
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会有等候的心，知道你是我们的开路者。
working. He never stopped, he never stopped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you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feel it, you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You never stop, you never stop working. Even when I don't see it, you working.中的光，我的帮助，我的救主，爱我的神，安息日的主，你在这里，按手在我身上，我就得医治；你按手在我身上，我就得释放；你按手在我身上，我就蒙福。你按手在我身上，我的灵魂体福杯满溢，我何等蒙福！欢迎你的圣灵也来充满我，浇灌我，恩膏我，在这里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线上的，一样的经历你的真奇妙的神，独一的真神，我们需要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把荣耀归给神。好，你可以继续的跪着或者坐着，然后预备心来领受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如果你已经认罪悔改，水里受洗，现在带着谦卑悔改的心，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受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带着信心，带着感恩，主所教导我们的绝对是有能力有功效的，只要你相信，你就得着，你就看到。拿着饼和杯，一句一句跟着我祷告。主耶稣，安息日的主，我谢谢你那么的爱我，我知道你在这里，你来这里就是要帮助我，要赐福我，要医治我，要释放我，所以恳求你在按手在我身上。我相信这是你的身体，为我舍在十架上，因着你的鞭伤，我的灵魂体各样的软弱、疾病、疼痛、不舒服、大大小小的问题，包括精神上、情绪上、肉体上、灵性上，包括医生不能解释、不能医治的，因你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我相信你在十架上为我成就的一切，我生命中、家族中所有的咒诅、捆绑、锁链、黑暗和罪恶的权势已经被破除、砍断，我得自由，我得平安，我是蒙福的人。我也相信这杯是你立约的血，我也已经向你认罪悔改，也求主帮助我能够饶恕我还没有饶恕的人，让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苦毒、怨恨、愤怒、负面的思想，我也不要注重任何的罪孽在我生命中。耶稣的宝血就赦免我、洁净我，使我分别为圣，我就能够完全的领受神定义给我的所有的神迹奇事、医治、健康、平安、福分、好处，我的新生命。我也宣告我全家要得救，要悔改，敬畏神到永远。奉主耶稣圣名，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祷告，我就这样得着，这样看到。阿们，阿们，阿们。领受吧耶稣给你的新生命所有的福分和好处。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再把荣耀归给神。跟你旁边人说欢迎回家，让我们也喜乐的、甘心乐意的，带着信心我们来奉献给神。奉献的时候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篇130第一到第六节，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一起来收奉献。Thank you.
从深处向你求告，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要叫人敬畏你。哦哦哦，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守一守夜的等候天亮，等候天亮，守一守夜的等候天亮，守一守夜的等候天亮。从深处向你求告，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要叫人敬畏你。哦哦哦，是的，神啊，天一定会亮，光一定会来到。无论现在我们面对什么挑战，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黑暗，你的光一定会来到。我们只管继续祷告，
继续相信，我们会看到突破，我们会有平安，你会出现。其实你一直都在身旁，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持续相信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说阿们阿们阿们。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继续拍掌鼓励我们的小孩，让他们平安到主日学，老师们也有智慧有恩高的教导。主耶稣，求你亲自按手在我们的每一个老师和每一个助手身上，让我们带着圣灵的恩高能力，神的爱来教导，来喂养这些孩子们，也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有智慧，从小就有圣灵的恩高和感动，能够领受，能够活出神的话，一辈子爱主，一辈子敬畏神，一辈子做极大的复兴的器皿，荣耀神，一代比一代更兴盛，一代比一代更强，更蒙神喜悦。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说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周讯。Shalom， 欢迎大家收看这个星期的蒙福周讯。Welcome to this week's Blessed Bulletin。弟兄姐妹们，请注意，这个来临的星期二同样有复兴祷告会，时间是晚上7:00-7:40，地点在蒙福圣殿。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ill be having revival prayer meeting this Tuesday from 7:00 to 7:40 p.m. at the Blessed Chapel。社团代表禅年大会将在这个来临的星期二，时间是晚上8:00，地点在蒙福圣殿。Our Fellowship Representatives AGM will be held on 4th of June this coming Tuesday at PM at the Blessed Chapel。家庭小组这个来临的星期，你们的节目是见证分享或举办幸福小组，邀请新朋友出席双亲节布道会。For house groups, the program for this week is testimony sharing, or you may organize happiness group to invite new friends to attend the Parents' Day evangelistic meetings. 青年团契这个来临的星期，你们的节目是区长自行决定区里的活动。For young adults fellowship, area leaders are to decide on the program for your own areas for this week.少年团契这个来临的星期五，也就是6月7日，时间是晚上7:30，地点在蒙福圣殿。你们的节目是就是喜欢在一起。For Youth Fellowship, your meeting for this week will be on Friday, 7:30 p.m. at the Blessed Chapel. The program is Just Love to Be Together.牧师将在6月7日至13日出门到新加坡和吉隆坡服事，请弟兄姐妹多多为他代祷。Pastor will be ministering in Singapore and KL from 7 to 13 of June. Please uphold him in prayer always. 这是这星期主日学的金句：小班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4:11。中班和大班，我一直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4:11。These are the Sunday school Bible verses for this week. For junior class, lead you along straight paths, Proverbs chapter 4 verse 11. For middle and senior classes, I guide you in the way of wisdom and lead you along straight paths.Proverbs chapter 4 verse 11。弟兄姐妹们，请注意注意注意，下个星期六的祷告会将提前至星期五，也就是6月14日，时间是晚上7:00-7:45。Brothers and sisters, please take note. Our prayer meeting for next Saturday will be changed to 14th of June, Friday, from 7 p.m. to 7:45 p.m.
6月14日祷告会过后，我们将有双亲节布道会总彩排，时间是晚上7:50。After prayer meeting on 14th of June, we will be having full rehearsal for Parents' Day at 7:50 p.m.弟兄姐妹们，别忘了，我们将有双亲节布道会，日期将在下个星期六，也就是6月15日。所以，所有的客家团契、福建团契、家庭小组以及青少团，我们都来参加双亲节布道会。也请记得，一定要邀请新朋友哦。That's right, brothers and sisters. Our Parents' Day Evangelistic Concert will be held on 15th of June next Saturday. So Hakka Fellowship, Hokkien Fellowship, House Groups.Young adults and youth, we will be joining the Parents' Day Evangelistic Concert. Remember to invite new friends. 谢谢大家收看这个星期的蒙福周讯，我们下次见。See you next week. Bye. 好，请注意所提到的下个星期六祷告会换星期五的，不是这个来临的星期六，是在后一个，因为我们的那个礼拜我们的双亲节的布道会是星期六，所以我们的祷告会换去星期五，但是也是只是短短的45分钟的祷告，7:00到7:45，因为过后我们有双亲节节目的大彩排，所以过后星期六就是布道会，所以记得每个人都要传福音，要救灵魂，邀请人来那个布道会，尤其是那些小组特别一直拿灵弹，没有人洗礼不会成长的，赶快现在就开始进食祷告，邀请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的宝血再来洁净遮盖孩子和每一个人在现场在线上的，耶稣，你的宝血划定界限，让各样骚扰的不是来自神的灵的都退去离开，不能够靠近，让你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来恩膏我们，让我们有柔软的心，谦卑受教顺服，让讲的和听的都从真理的圣灵领受，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有智慧来明白你的教导，有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活出你的真理，结出你喜悦的果子来，修理我们干净，好叫我们结出更多神喜悦荣耀神的果子。跟我们说话吧，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引领我们前面的路，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说阿们阿们阿们，再把荣耀归给神。好，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好，你们活了，不要活了几十年了，好，也是活得比较久，好，你有没有感觉有时候一个人孤军作战，无论是属灵方面或者是个人，有一些人你感觉到公司，每个人都靠你一个人，或者在家里就是你一个人承担那个压力要负担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读大学读学院的你们虽然有小组讨论，可是有一些人就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在做，所以一种孤军作战，我自己一个人要面对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问题，别人没有帮助你，不了解你，或者帮不了你，或者别人就是针对你的，给你这些问题全部。我相信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有人针对你，只是自己的心情，自己面对的一些个人的私人的问题，别人也无法了解，也不能够帮助你，或者有时候真的是撒旦魔鬼邪灵污鬼仇敌一直冲着你而来，所以你感觉到孤单，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相信多多少少都会有，对不对？所以感觉到自己一个人没有人了解我，
没人了解我的心情。或者真的你的环境每个人都在针对你的，哇，好像大家都对你不爽，就是每次就是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你要小心哦，这种情形有两种状况。有时候你孤军作战，你只剩下你一个人，有时候是你自己有问题，你知道吗？如果到处去，在正常的环境，每一个人都 OK， 就是你无论去哪里，就跟人家格格不入，人际关系总是出问题，教会的小组都给你换到完了，还是找不到一个合得来的。我跟他说那是你有问题啊，对不对？这一直换的，正常的环境，正常的地方，每个人哦，可能偶尔会遇到冲突啊，不可能每一次都是你一个人呐、啊，你干嘛那么重要？每个人都要针对你啊，你什么特别啊？你又不是主耶稣，连主耶稣都有很受欢迎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要检查，有时候是自己有问题，特别是大家是正常的。可是大家就好像跟你合不来，格格不入，你就要检讨自己哦，教会那么多人，每次自己一个人做，突然间又讲到，突然间每个人换位置啊，是你应该旁边也要有人的，孤军作战，牧师你讲中我，蒙福教会没有一个人爱我，我觉得我们真的、突然间有些自己一个人做，我突然间看到他们警告，警告，没有了，不一定是你了。今天刚刚好你的朋友没有来，这样子、还是什么哈？玉成不要假假、放心，我知道你跟妮妮最好。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要检讨自己。所以，如果你自己面对一些问题，不要整天自哀自怜，一些。很会自哀，我告诉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的哈，最会自哀自怜的，整天觉得自己受欺负，自己是最可怜，自己是受害者的 ，the victim syndrome 啊，英文说，你好像有一种受害者症候群呐、整天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有没有这样的？不要举手，也不要整天在 Facebook post， 有时候读到都要吐啊。很喜欢 post 那种东西，我付出一切的真情，付出一切的友情，牺牲一切，我以为会换得一份真挚的友情，一个很好的朋友，到最后只是我以为。若有雷同，纯属我昨天读到的，在 Facebook 最喜欢这样的东西，然后你们说这就是我，然后你们就 share， 哎呀，我是读到这样的东西啊，我很想留言的，有时候我真的留言了，我比较熟的我就跟你说这是真理啊，或者有一些 PM 啊，你把它甚至我 PM 的就把它删掉啊，拜托，因为到晚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哇很付出一切，什么爱都给到完了，最后受伤的总是我，那你就要想为什么总是你一个人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有问题，拜托你们不需要跟全世界讲，你们到底是希望，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个是心理学的，每一次你们 post 在那边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可怜的，事实上你们只是想给那一个伤害你的人看，对不对？我讲中了，哪里也 给大家一大堆的人看，跟你都没有什么关系，你就很希望有某个人，一定有的，因为我知道我也曾经有这种 很 emo 的时候的，你其实是希望有某一些人，有几个人，特别是那一个人会看到，偏偏这个人又没有看到，哇，你是隔空喊话，对对，隔空喊话，拜托了，你要就弟弟改讲，要不然他又没有看到，又给牧师看到，然后牧师又 PM 你，又别大喊了，
然后又害我等下每次看到请搞位这样子 吞不下饭什么。所以如果有问题找上帝，不要找 Facebook Instagram 什么。好，这个是我说感觉孤单孤军作战，这个是自己有问题要解决要面对。另外一种呢，他是因为神魔鬼要针对他，他很积极传福音，很认真侍奉神，也建立教会，而且很有果效，帮助到很多人，救到很多人，鼓励到很多人，魔鬼就想办法使这个人灰心，一定要兴风作浪，哦哦哦，惹来一些东西，让人批评他，让人误会他，攻击他，甚至有一些人就被影响，被绊倒，也怀疑你，也攻击你，哇，那个感觉有时候就觉得孤军作战。但是如果那个人是真正知道神的话，灵命够成熟，信心够稳，他也不会被影响，他不会被绊倒，就是即使一个人也不孤单，即使一个人也不会孤单。英文就讲 Even though you are alone, you are not lonely. 为什么？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Amen. 今天呢，我们就要看有一个人在这个真实故事里面，他真的是孤军作战。好，我要考你们了，早上我的屁屁的锤啊，我还没有问就把答案讲出来了，我现在要看你们知道是谁吗？他呢，他真的是很敬畏神的，他是一个先知，一个神的仆人，然后有一个亚兰军队要攻击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家，北国和南国，这个你们一定要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是几时分裂的？所罗门王过后，所罗门王本来是最成功、最蒙福、最有智慧的王，后来变成最糊涂、最笨。为什么？爱上一大堆的女人啊，五百一千个老婆都不够啊，拱起啊，鬼也拱起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后来跟着那些女人去拜偶像，哇，整个以色列乱，所以所罗门过后王国分裂，北国继续名叫以色列，南国名叫犹大，犹大的国王的后裔都是大卫王的后裔，犹大国有一些王好，有一些王坏，以色列北国没有一个好王，乱七八糟的，很邪恶，拜偶像很多的。好，现在讲的已经是王国分裂的，所以亚兰军呢，他们要 攻打以色列，所以要攻打就一定要先抓那个王，或者杀那个以色列的国王。然后那个国王呢，这个仇敌亚兰的国王，外邦的国王，他就跟他的将军跟他的谋士他们，哇，秘密的开会讨论，我们收到情报说以色列王今天明天要去什么地方，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全部在那边偷偷的安营，不要给他知道，我们的军队先去那边准备好，等他要去那个城市，要去那个地方，经过我们突然间出现，我们就赢了。哇，他们都有情报哦，都有哦，间谍无间道很多这样，哇，在那边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就知道以色列王的行程，他的踪迹，结果他们就计划啊，几月几号以色列王会去那边，我们先去那边安营，等他来他就掉进我们的陷阱里面，计划好了。奇怪，这个先知会知道啊，这些敌人啊，在他们的秘密的房间里面开会啊，这个先知会知道，
他就去跟以色列王说，我告诉你，这个以色列王也是坏蛋来的，不好的王，可是上帝还是会保护他，给他机会。所以就像我们 有时候我们也很不好，神还一次派人来鼓励我们，劝我们，哇，你都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员，整天给组长头痛的，然后也不会说谢谢，还整天批评论断，还整天讲你的组长不好，可是组长还是接纳你在小组里面啊，就是这样的了。所以神还给你机会啊，所以你要悔改，不是说这样我就不必变好，你要悔改。所以这个先知就派人去跟以色列 王说，你哪一天要去那边，你不要去哦，敌人已经知道了，已经在那边安营预备攻击你，要杀你，要逮捕你。哇，这个国王听了，他也没有马上相信的哦，他说乌鸦没，但是他也没有说不相信啊，他就派人去偷偷看，哎呦真的有，所以他就不去了，然后他就平安了嘛，对不对？所以虽然有一点怀疑，不知道确定，但是还是聪明一点哈。神的仆人，属灵的长辈劝你的话，你要听一下 ，Amen。然后这个亚兰王就说：“哎呀，今天这么准哦，他为什么会改变行程？我们失败，哎，没关系，又有消息，又有情报来了。”以色列王又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了，好了好了，我们机会难逢，又收到这样好的消息，他们又跑去另外一个边安营，安营在等。先知又知道我，又跑去跟这个以色列王说，有人传话说你不要再去那边哦，一样的，他们在那边又安营哦，哇，又查一下，哎呦真的又没有去了，不止一次，不止两次哦，好几次，哇，到了几次过后，这亚兰王扑生了，不是我能接饼，我能飘飘腿啊，哈，我们这边有没有间谍，有 spy， 有汉奸走狗，哎，如果是你，你也会怀疑啊，对不对？我们如果甚至有时候教会、哦、我跟总区长跟委员开会、哦、还没有做一些决定，再讨论一些东西，一些弟兄姐妹会知道的、哦、奇怪，到底什么的假博，不是说有些东西不可以讲，还没有做决定讲出去，然后乱乱讲也绊倒人，也不知道来龙去脉，对不对？有时候有些不是要破坏，只是讲话不小心了 啊，就这样子漏啊溜了嘴，或者有些人就是喜欢讲话给博啊，所以圣经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不要那么多话、啊、不要做给博这样子，你不说话，没有人会说你是啊，很好，这样的成语你们就会，不是成语啊，谚语啊。然后啊，这个亚兰王就很生气了，告诉我你们一定知道哪一个是奸细啊？是玉成、妮妮、 Jonas 还是伟鸿，你们说是哪一个？伟鸿，哎呀，那个是例子罢了，没有叫你真的讲谁，哇，所以就怀疑到底是哪一个。结果呢，他们当中其中一个说，国王，不是我们厉害，我这个又厉害，我奇怪他又知道我，嘿啊，就一个先知啊，他们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啊，国王啊，你在房间讲的话他都知道啊，几百滴啊，哇，他全部都知道啊，真有歧视，真有这样的人，是国王啊，你在，他真的说，你在房间讲的话，你跟你老婆讲的话，他都知道啊。所以我们华语有一个成语叫做什么，隔墙
有耳，所以有时候啊，你去 restaurant 啊，你以为你有自己的房间啊，讲话大大声，大大声，隔壁是你的仇人，你都不知道啊。他们也就，哦，跟他是牧师的声音啊，听他们讲什么哇，对不对？哇，或者是 hotel， 你也听到隔壁哇，他们讲哇呀呀呀呀，哇，哎，是熟人哦，哇，就讲什么生意给你听到什么啊，那个是真的是人的耳朵，可是。神也会听，神也在听你讲什么。那如果你要陷害神的孩子，神的仆人，神会去启示他的先知仆人的。所以他的一个臣仆就说，国王，他们有一个先知啊，国王，你在房间讲的东西他都知道。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我在台上讲道，你们会觉得，咦，怎么牧师知道我们家的事情？一定是我老婆跟牧师讲，一定是我老公跟牧师讲，哇，通风报信哦，哦，一定是我爸爸妈妈跟牧师讲，我是这样的在家，呵呵呵，哪里有人讲？圣灵启示，我们讲到讲出来，就是神自己在讲了，所以你就要谦卑，听从，谦卑悔改。好，这个臣仆就说。有一个先知，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先知叫什么名字？什么？哇，吉列刷，伊丽莎，吉列刷，一晨，你点头啊？你刚才讲是伟鸿呢？啊，伟鸿是那个先知也不错哈，哇，那个先，那现在又加了了，你看夸红塞唇了哈。啊、我说你刚才讲伟鸿没有没有，我说很好啊，讲伟鸿是先生，是是是，这个真的哈、哦、啊，明天来我办公室一下。所以啊，这个先知就叫这以利沙，以利沙啊，你们每天读十章十章，有没有读到底？有有有，这么精彩的故事有没有读到？不，牧师都用到了这里圣经。啊、用不一样的哈，怎么没有读到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一人对军队，就是一对一，我们通常是一对一，可是它是一对军队啊，整个军队。怎么说他会对军队呢？因为这个国王一听到有这么厉害的人，他们本来是要去抓以色列王的，对不对？现在国王说 OK， 你告诉我以利沙住在什么城市，在什么市镇。以色列王是在撒玛利亚首都，那个时候他们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城，所以以色列王他的军队啊军力都在那边。可是他们说，哦，以利沙他住在多坦，多坦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亚兰军啊，把他所有的军队哦，最强的车啊、马啊什么，全部去多滩，围绕那一个城市，要抓一个先知。所以他也不是说要，他要活捉他，可能他就想这样子哦，对我们也有益哦。我们要做什么？你回答现在哈、啊。好像拜偶像这样 啊，你买万字票一直不会中，那个老板一直赢、啊、你就去偷他的偶像，然后这个偶像就跟你讲号码，就变成你赢，别人听到又偷这个偶像、哦、就变成那个人赚到钱。哎呀，这样的神你要 啊，换来换去的、啊啊、OK， 我不变我就两招了 OK， 你要我讲什么？阿拉丁神灯啊，我们的神才不是这样子的神，被你抓来抓去、但是有一些先知也会出卖神的、哦、神给他们恩赐，最后他们没有用来荣耀神，为了自己的利益，后来变成侍奉人，侍奉自己，侍奉魔鬼也有的。好像巴兰那个女子跟他讲话的那个先知，他很贪钱的，他很有恩赐，他也能够领受神的话，可是为了钱他不敬畏神，他为敌人为魔鬼做工，这也很危险。所以亚兰军队
打战的军队啊，全部去这个城市要抓一个先知，一个仆人。你有看到吗？你很敬畏神，你跟神很亲密，你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工，最后所有的压力往你身上压，最后所有的攻击，所有的危险的全部朝着你而来。这个是正面的好的孤军作战，不是因为你有问题，是因为你很敬畏神，神很喜悦你，魔鬼就注意到你了。有时候魔鬼会攻击的一些人是一些，所以你们要常常为牧师、为总区长、为领袖祷告的，看到他们有状况、有问题，不是批评论断，赶快为他们祷告。因为如果他们倒，整个区倒，整个小组倒，整个教会倒掉。所以魔鬼会这样子的。你说这样子我就不要侍奉神了，好恐怖啊！你不要侍奉神，你侍奉魔鬼啊。但是如果你侍奉神，你就不怕敌人来。等下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怎样面对，一点都不怕，他非常冷静，他会说，神啊，为什么变成这样？早知道我不要讲啊，他们还抓国王，现在讲的变成来抓我去啊，本来是要杀国王的，现在变成要来杀我，怎么会是这样呢？所以我们不要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人侍奉神，遇到拦阻，遇到问题，无论是灵魂体，就灰心，就难过，就埋怨神，就生气，就软弱，跌倒，冷淡，要离开神，这个叫做没有真理，不成熟，幼稚的基督徒，幼稚啊！成熟的，你很积极，你知道，你问心无愧，你真的是侍奉神，你真的是在帮助你的小组，你的组员，最后他们反而来攻击你，伤害你，你还是能够冷静的面对，依靠神，你不会受影响，你就是仰望神。好，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到二十三节，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到二十三节。第八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哇，他的臣仆重要的，他的这些核心的这些执政的打战得胜的人讨论。好，他就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我要在这个地方安营，所有的兵要去那边。为什么？下一节，神人打发人，这神人就是神所使用的那个先知，他就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就跟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哦，小心哦，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王已经在某处安营了，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你去你就直接送上门来，走进他们的陷阱里面。下一节，以色列王听了就顺服，就相信了。没有，他差人去，哦耶妹，真的哦，哇，你看，还派人，当他还说他听了，他就派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他就去看看看看，呦，真的有，所以他就不去，就防备，未受其害。他就没有出事，可是他先去查看一下。所以有两种顺服的，一种顺服，他是你叫顺服，你先解释了原因，为什么？我看我会服吗？会服可以，我可以尽心尽力。可是我听了你的理由，我看一些证据，一些事实，我不太喜欢呢，我不阿门哦，我不赞成哦。Sorry， 我不能够做。或者好，你先听，我考虑一下，我想一下啊，你说的有道理，好，有道理，好好，可以，我可以同心，我可以配合。这种顺服有条件的，还不是单纯的。你要上帝
当他命令吩咐，你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次叫他的仆人先知做什么，上帝需要解释吗？ 我呼召你因为这样这样这样，上帝叫你做你就做的，我们就是 Hineni，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没有再给条件理由还要争辩什么的。一种顺服就是听了，以利沙这样有恩高，以利沙好好来跟你讲，国王你不要去那边，亚兰王已经在那边要暗算你，哇，感谢耶和华的启示，谢谢你，我就不去了，还要派人家先去 check 一下窥探，哇，搞不好那一个人出卖你呢，搞不好那个人被杀死呢，还是什么呢，对对，还要浪费这些。所以我们相信是神的旨意，神的话就顺服了，还要一大堆的来先解释一下、啊、先看我服不服、哦、我能够接受你的理由吗，没有的，所以他就还要查一下，但是神还是怜悯他去查一下，哦，真的，所以他就听先知的话，他就没有受害，就平安，国家也没有事。这样的事情圣经说不止一两次，哇，意思是超过三次四次，所以亚兰王才知道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是一定他知道，对不对，三次四次五次都这样啊，我们的情报有没有问题呀、啊？我们的电脑收到的消息有没有错，没有，都对，可是为什么每次最后一分钟那个国王就没有去那边？所以下一节你看，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英文说 enraged， 很生气很惊讶，也开始疑惑，他也生气，就招了臣仆来，全部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是帮助以色列王的，我看你的脸一下，那个鼻子有点勾啊，勾的有点像犹太人哦，以色列人哦，你们三个，我怀疑你们三个里面有一个啊，来看他的喜欢的衣服，又有一点以色列的风味哦，风格，可能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了，哇，就蛮是这样哦。他说到底是谁帮助以色列王，就是要问要查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会这样，对不对，我们哦跟几个好朋友讲东西啊，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当你会这样子的时候，你这句话也是从另外一个人告诉你，叫你不要告诉别人哦，啊，你就现在 pass on 了哦，我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到最后到底是谁告诉别人哦，你们都是别人哦，所以全部都传出去，我看啊看啊，一个嘴啊他给不吹啊，看到啊，原来是你自己的时候，所以你们不指给我看吗，他说到底是谁，是你看你旁边人哪一个比较像会出卖你的、啊、他们就开始了、啊、下一节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先知哦，他先知的意思就是先知道，懂不懂，他预先知道，所以叫做先知。哇，我也奇怪这个臣仆要会知道我、哦、所以他们也有一些消息，一定是那边也有传话过来，一定有的，因为他们会知道以色列王会去哪里，其实是以色列王中间有这些给伯，有这些汉奸走狗，这些奸细，要不然亚兰王怎么会知道以色列王的行程，对不对，一定是这边有人，所以早上来说他怎么会知道，哦，一定也是从这边偷偷跑来的人，这样他一定是想，我们三番四次给你这么多钱，叫你告诉我们你的王去哪里，你怎么跟我们讲错消息，没有讲错，都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们去他又没有去，哎呦，以利沙啦，就是那个以利沙、哦、你看到，对不对，所以他们也知道有一个先知以利沙，他将王在卧房，卧房就是
房间了，你在房间所说的话都告诉以色列王了，爽啊，有这样的先知，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这样的先知？说要，意思是说你是那个坏王了，因为那个坏王才需要先知跟他讲。当然也不一定是你是坏王，可能你是你灵命还不够成熟，你真理对神还不够认识，然后有些智慧或者还不够资深，你需要敬畏神，有神的话属灵的人来给你一些劝告的，来给你一些指示。那更好是你自己跟神亲密，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下一节说什么？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耶和华必指示敬畏他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神不够认识，真理也不够稳，当然你就我要听神的声音，我要听神跟我说话，圣经都不读，听什么神跟你说话？你希望神跟你说话吗？希望吗？神的话整本圣经你都不读，说要神跟你说话，神说话都一定有圣经的根据的。而且神说话，所以我们在教会讲道一定要用神的话，那也是神跟你说话，所以很重要。他说都告诉以色列王了，下一节王就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哇，这个国王就说，这么厉害哦，这个人我要哦，你看连外邦王也要，也看中神的仆人，也很相信，很相信神用的人。我们更加要相信。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贪，下一节王就打发。哇，这个要抓一个先知，你派几个 ninja 就可以了，混混混混混，半夜进去绑住他就好了。没有啊，所以你看这个国王是很相信这个神是很有能力，不能够派几个忍者 ninja 这样飞镖这样进来轻功进来抓，不能哦，他派车马大军啊，整个国家的 army and army， 整个军队来啊，哇！所以如果仇敌派整个军队排山倒海来对付你，你还要感觉到荣幸。阿门。不是说哎呀压力很大，为什么这样？荣幸啊，就是知道你很有恩高，你很有能力啊，你这个不能够轻敌啊，要对付你啊也要有一点料才能够对付你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要觉得这样子对付我，你要知道原来你是那么特别，上帝重用你，你是那么那么的有能力，所以才派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还暗夜围困那城啊！现在直接整个城围困，要抓一个先知。接下来，神人的仆人啊，他有仆人呐、啊，每天早上先清早我起来啊，今天的风景不一样哦。每次开门见山，现在开门见，他说。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啊！啊，仆人对神人说：“哀戏喽，还没来哀哉没哀戏喽，哀差嘛，衰了，这拜戏喽，这拜戏喽，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你有没有这种人？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你说没有，因为你就是这种人了、啊。动不动哀戏了了，哀戏了，怎么好哎？完哀戏哀戏哀戏哎哇！
不爱唱了，爱唱唱了了，去拜唱了，去拜戏了，哈，那个仆人是这样的。所以我问你，你是先知的班格啊？你的 level 你是哪一个层面的？先知还是那个爱戏咯？就是有这种人的哦，哈，唯恐天下不乱，这个叫做没有信心，看到问题，看到压力就崩溃了，崩溃了，崩溃。仆人是来帮你的，不是使你更加紧张。哇，这早起，把你爱困起啊，那款哦，通常说哈利路亚，爱死了，主人爱死了，爱死了，爱灾呀，爱灾呀，都爱死吗？爱灾什么事？什么事？早起哦，啊，七早八暝啊，那款。那吓死人！哎呦哎呦呦呦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遇到问题不要马上就 ICI 哇这样子，学伊丽莎，你看的哈，哀哉哦主啊，我们怎样行啊？怎么办？怎么办？他跑来求伊丽莎怎么办？伊丽莎又怎么办呢？又找谁呢？当然是找上帝啦，对不对？你不要在那边啊，死了，我们两个一起死吧，哦，同甘苦共患难，哦，我们一起死，哦，一起传承，一起死咯，哦，同归于尽，还好有人作伴，一起死比较不怕，还是什么？没有，所以你不能够，所以昨天晚上祷告会说，你有问题，只要有多少人两个人同心合意，伊丽莎一个，现在他现在第二个到了，啊，两个都没有，哎死，还要叫他醒来，不能了。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要会祷告，阿们。有时候连一个都找不到，所以还要两个人祷告。所以你看，他说怎么办？下一节，神人说。麦惊，不要惧怕。我昨天也才读到有一个人 post， 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有算过，他们不知道怎样算呢，用电脑可以算出来。他们说有一句话，神在圣经里面讲了365次，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神讲了365次，365次就等于一年365天，意思就是每一天。你猜是什么话？ I see 了什么话啊？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惊恐恐惧。Don't be afraid， 讲了365次。你看神是不是很爱我们，很怜悯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一些害怕的事情，每一天都会有一些状况，一些压力，一些意想不到的，我们担心的，我们紧张的。所以神你看这个爱死了，爱灾了，那个伊丽莎，如果是好，一成，你试试看呢，啊。上班早早我来到办公室，你就牧师 ，I see 了 ，I see 了。我是没有像伊丽莎这样，哎呀，不要惧怕，我那个整起了的，没一个开嘴看嘴，那你所以啊，讲没有好话这样子。所以他说，神人说不要惧怕，所以我这个我们也要学，我们要学伊丽莎。伊丽莎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啊，这个是属灵的眼睛了。有神在，我们就赢了。跟神在一起的天军啊，你还怕什么？问题是那个没有信心，他就跟他的仆人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拿笔 highlight 来 highlight 的时候，这个你要记下来，以后 ICI 挖的时候就赶快想到这句，不要惧怕，与我同在的比与仇敌同在的更多，画下来，
那等下又找不到哈。那 note 一下，这个很重要，这个就叫听到，知道要记什么，要写什么。与我同在的比与仇敌同在的更多，所以我不需要害怕。下一节，以利沙祷告啊，以利沙就祷告，所以我们一二三，主啊，主啊来，一二三来。那个是蒙福教会的祷告，以利沙他就没有这样祷告。我们主啊主啊，救我啊，医治我啊，释放我啊，祝福我啊，我们的祷告就这样，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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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这仆人啊，一大早就讲这种不造就的话，负面的话，没信心的话，动不动就崩溃了。做什么仆人帮助我，自己先倒啊，哦，自己先崩溃。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我的仆人的眼目。哇，他看到他害怕，他看到他崩溃，他看到他信心软弱，他看到他的属灵的眼睛还不会开启，不成熟，不稳，跌倒了。他是不是说啪啪啪啪啪啪给你两巴掌这样子？不是哦，他为他祷告，看到吗？不是说这样的仆人算了，换一个哈，这样的根本没有帮到我，害到我，连累我，这样的牧师可以安排去别的小组吗？这样的啊，下一次分组我不要这样的，嗯，很麻烦呐，没有信心，很软弱。他是怎样？他为这个仆人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信心很软弱，他们 还不稳，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说，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就是让他的信心起来，他也能够成熟，他也能够稳定，不害怕，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Amen。 那个是真的一个爱羊群的心。他说让他能看见，然后耶和华就开他的 眼目、哦、哇，你看有这么好的领袖，有这么好的主人，然后开他的眼目，哇，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不是跟你讲、哦、有些人他们坐飞机他们会害怕，可是他们坐飞机喜欢跟我坐同一架飞机，坐我旁边了、哦。你问吴志伟，你是不是坐飞机很喜欢坐我旁边？你问他，那也是喜欢。他都跟我讲过，哎呦，这里飞机有博士，有牧师，我就帮死不了他。他跟我讲过这样的话，我说，哎，不要这么有把握、哦、如果飞机掉、啊、如果我去，你要确定你有去、哦、不是我去你也去、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可是我们就是要给弟兄姐妹有信心啦、啊、当然他这样子说也没有什么错啦，因为可以一起祷告嘛，对不对？可以那个一次我不是跟你们讲，我们去槟城，哇，很危险，那个飞机要下到了，突然间哦，那种差不多90度拉着上哦，我带着例外人哦，那个时候哦，阿朱、孔辉，哇，他们几个哦，带他们要去步道上，那个飞机几次哦，很急很急这样上哦。阿朱坐在我旁边哦，阿朱跟我说：“牧师，我会怕的。”我这样，我跟他说：“我也是。”所以只要就。我是看起来很冷静、哦、里面祷告了，发生这样的事情，飞机哇耶耶，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会不会过关？你会怎样啊？你怎样、啊、祷告很好，祷告什么？不要马上就打电话给妈， Mom I love you， 细聊、啊、很多是这样咯、啊、世界的是这样，最后一个信息然后 Instagram 就 post 出来，第一个最后一个信息全部是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的。哇，讲的祷告就对，祷告什么呢、嗯啊、祷告主、啊、让这个飞机不会掉什么什么。我告诉你，我也会祷告，我当然会祷告，祷告让我们平安不出事情，可是我也会祷告认罪悔改的。我看没还没罪认到完了，哪里知道
完蛋了，对对，你要确定你被宝血洁净。哦，主啊，哦，昨天还骂谁？我还骂玉成呢。哎呦，主啊，赦免我啊，还是什么这样子？哦，赶快，赶快认罪悔改喽！就好像主啊，救我们的宝血洁净，真的是要这样的，知道吗？你要预备，这个叫做认真呐、啊，你相信呐、啊。要见主面，你最好好好、哦、检查自己，分别为圣，当然是求主来拯救。所以他就开他的眼目，看见哇，他就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他就很放心的这仆人。所以我们要让人跟我们在一起，他们也变成有信心。本来是哀戏啊，变成没事了啊，真惊没惊了，阿们啊，自己哇，真是要火上加油。本来人家已经害怕，遇到你，是吧是吧，很转的快，很转的真的没真的 I se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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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掉 triple， 不可以的。我们要带给人信心和鼓励。下一节，敌人下到伊丽莎那里了，他们下来了，嗯嗯嗯嗯嗯嗯嗯。如果你有一大堆军队保护你，你会怎样啊？你想别怕了啦，来啦，来来、啊、还吃葡萄啊 Come 走路吗、啊、来咯来咯。没有，你看伊丽莎做什么，伊丽莎他们下来了，伊丽莎有什么？祷告。你看就是祷告，仆人害怕，他祷告。敌人下来，虽然他知道神的军队围绕他，他一样祷告。祷告不可以停止，不可以轻敌，不可以觉得没事了啦。因为有些人、哦、祷告祷告、哦、平安了、哦、为你的孩子祷告、哦、终于你的孩子本来不喜欢读书的、哦、祷告祷告祷告、哦、终于考完成绩了，很好了，哇，全部 A plus 了，哇，很高兴了，就没有再为他祷告了，过后变成坏蛋了，过后离开神了，对对，哇，你的病好了、祷告祷告，过后就不祷告了啊，继续祷告的，不要说哦，已经有答案了，得胜了，蒙福了，就停止祷告，不断祷告。伊丽莎再祷告，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哇，他眼睛昏迷，他们看得不清楚，然后也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人是谁了，哇，他们眼目就昏迷，英文说 blinded， 好像瞎了，他们不知道，突然间乱，会的，会突然间乱的，突然间不懂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照以利沙的话，耶和华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他们下来要抓以利沙，以利沙在那边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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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到了，突然间诶，他们看到伊丽莎也不会抓他、哦、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19年前、啊、哇，这么久了啊，19年前我们还在旧教会，然后有人就攻击诬告我们，告到警察局，告到首相，告到国会，哪里讲了一大堆。我在新加坡布道，新加坡布道电话来命令我回来、啊、我才要上台、啊、才要上台布道，还要看我的手，请你跟我做伴，还没有上去、啊、fax 过来，电话过来，要你马上回去，有消息说我拿了教会的钱逃到台湾了，笑啊，每次有钱就逃去台湾，很奇怪、哦、人家对这样子说，因为没有邦交不能够抓回来、啊、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他们说你要马上回来，如果是你，你才要上台讲见证神多好，神怎样救你，神爱你，还要唱歌，还要从容不定，怎样？哎，这
说你不是，我现在不能哦，我教会有事情哦，这样，哎呦，主啊，不能。怎样传福音啊？在那边紧张，照样上去。我说跟他们讲，放心，我没有逃跑，我也没有理由逃跑，因为人家诬赖你嘛，随便讲东西。跟他们讲，我几号几月我的飞机票几点我回来，我一回来就见他们，什么事情？所以我就上台继续传福音。后来就飞回来到古晋，差不多是三四点下午，从机场直接去教会，他们在那个房间等我们了，几个官员，哇，也是有那些冒充的文件，都很黑暗的这样子，那几个官员在等我。然后我到的时候，教会楼下一堆警察和记者要拍照片哦，哇，这个那个牧师嚓嚓嚓嚓嚓嚓，哇，上报有没能不能讲那一大堆，对不对？哇，又警察，哇，那个警察围着我们的教会，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是九年前，然后我就下来了，哇，记者什么在那边等，要拍这个牧师了，怎么怎么？我走过去，没有人拍我的照片哦，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牧师，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昏迷了，看不出我是牧师，然后就上到楼上。上到楼上，这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已经说要封锁我们的教会，我们不可以再聚会，他们要我们第二天就不可以再进来，什么东西也不可以拿走，也不可以再进来聚会。而且那个时候韩国的普传道第二天要来，我们有聚会有祷告，说什么都不可以，要我签名，签名就是说马上封锁掉。可是我还没有进去见官员的时候，我进去厕所我就关了门，我跪在厕所里面一个人，我很快的一个祷告，我就祷告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教会，你自己保护。神啊，那几个人我怕什么？有神，有，因为人会怕的嘛，人会有压力的嘛，哇，他们这样冲着你而来，要你签名，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教会就关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说，神啊，这是你的教会，你自己保护。神啊，那些世人我何必害怕，你与我同在。我就起来了，我看都没有一两分钟，我就进去那个办公室，就讲了很多。我就说，你们凭什么这些人的谎言这些毁谤的话，你们凭什么就相信，无证无据什么什么？他们说，我们上司下命令，我们不能够跟你讲那么多，我们没有权利，我们就是叫你签，拿那个 document 签，就是签完了我们就全部要走的，不可以再回来了。哇，那个时候跟他们怎样解释他们也不听，就叫你现在就签。这已经要五点多，四点多，五点多，安格斯姆他们有几个领袖也在旁边，他们也是看着我，他们也说怎么会这样，都很忧愁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而且是自己来教会不爽的人这样子啊，一大堆惹了讲了很多谎言。后来当他们就说，你现在签，已经要五点了，我们要下班了，我这样讲，我们要下班了，你签。然后我就看着他们，看着那个纸和那个笔，然后看着领袖们怎么办，我看着那个官员，我就耶稣全的神，耶稣全的神，耶稣全的神，全的神，耶稣全的神。如果你们有在我就完了，没有一个一起唱，还有那个几个领袖就跟着我唱了，他们也说，牧师唱我们也唱了，因为要签之前先唱歌吗？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全的神。他们是坐在桌子三个，坐在这边，我是坐在这边，我就看着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全的神，耶稣全的神。我就是继续唱，我没有签。他们三个站起来，他们慢慢的退出去，
关了门，然后我们就继续敬拜咯，耶稣我们用力你，就开始敬拜，敬拜了大概20-30分钟、啊、好了，我们就安静了，安静了，他们又开门了、哦、他们又进来，那个纸还在那边什么，他们看着我，我就说好，那你现在要我签在哪里，我就问他，他说不必签，我明天再来，我明天再来，所以他就拿走了。然后到晚上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不来了、我们也不会再骚扰你的教会了，你们没事了，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才能够到今天、哦、你想象那个压力有多大，他们不只是要关掉教会，要我坐牢啊，要我被抓什么一大堆，说莫名其妙啊，真的是你去新加坡布道，他说你已经逃到台湾不要回来了，奇怪的莫名其妙，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时候，神真的会做工的。下一节他们就昏迷了，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你们要来的、哦、不是那城、哦、你们要去的城不是这个，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啊、他不是讲骗话了，他只是用策略、哦、他就是说，来这个征战的时候你要策略吗，你要把敌人带到你的军队那边，所以他们就哦，你要找的人、啊、来跟我，我带你去你们要找的人的地方，他其实也不是说骗话吗，他就是那个人、啊、我去哪里你们就跟咯，就对了咯，我去哪里你们就跟，他们就跟他，跟他还不知道他就是以利沙，所以就跟他，跟他就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首都，他们的国王住在那边，所有最强的军队就在那边。下一节他们进了撒玛利亚，这又昏昏迷迷了，也不会打了，就这样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啊、你看又祷告了，对不对？每一步都祷告，这个是成了、啊、神已经安慰了仆人不怕了、哦、现在敌人来了祷告、哦、敌人昏迷了、哦、他们不知道什么了，然后带他们去到撒玛利亚再祷告，每一步不要以为、哦、我已经得胜了，我知道了啦，哎呀，不需要什么这样属灵什么都祷告，需要属灵，每一步都要祷告，你跟人家合作签约了什么还要祷告、哦、不要说神已经印证了，神印证了还是要祷告，每一次每一个计划每一个决定还是要祷告，一定有时候就会出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才会说奇怪，我他本来好好的，我这个 deal 本来没有问题的，本来都很平安的，上帝都印证了，为什么会出问题呀、啊？一半出问题，因为你忘记祷告，仇敌就是要毁掉，所以以利沙又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因为他们是看得不太清楚，他们不认得路也不认得人了，他们就这样这样这样，他们现在是如羊走进宰羊的场，他们是走进了撒玛利亚城，被所有的以色列军队围绕，不能够走，他们是死定了，这一次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这样走进去，被围困在里面，好，走在里面，我们到了吗？到了，神啊，开他们的眼睛，哇，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睛，不料我们是在撒玛，哇，他们看到所有的仇敌围着他们、哦、如果是你是以利沙，现在你说什么？你看下一节，国王就问，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不错、哦、他还会承认这个以利沙是属灵父亲，看啊，所以你们要学他，还会，虽然他不敬畏神的，这个王很坏的，可是他看到以利沙有帮到他，他就 尊敬他，我们不要做这种基督徒，自己不敬畏神，可是当神帮你你就听一下，
不尊敬这个神的仆人，可是现在对我有好处，哦，我就跟他好一下。不要做这种人。他现在好好，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如果你是以利沙，你回答什么？啊，现在把所有的仇敌带进来了，这些仇敌就是来杀我们的，要毁掉我们国家的。现在他们好像无助的羊，就在你面前。先知啊，我父啊，我现在可以杀他们了吗？你们的答案就是说可以，或者杀吧。我要你们回答，你现在要想象你是伊丽莎 All the Elishas， 伊丽莎们啊，你就说什么杀吧。你们是跟我哈，还是你？我要你自己想，你是伊丽莎 OK。 现在好，如果是我，用脑讲的啊，你又要带他们来做，你做什么？对对，我们这样讲，对对啊，全部如果不要杀，我就跟他们讲，不是这里叫他们走就好了吗？对对，把他们赶回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带到这个城里面？用脑用脑，不要杀还是怎样？哎呦，如果是我唱不了了，如果是你们，哇，你们比我比较冷静。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杀，杀，啊！看，所以你们有没有读圣经啊？你们啊，啊，下一节回答说 ，Mary 哦，不可击杀他们，不可以。你也想到哦，我们一想到，哎呦，怎么能够放他们走啊？这些是大坏蛋呢。他说就是有时候你用刀用弓箭打了打了抓来的你都没杀，更何况这些是乖乖走进来的，我们在这里啊，这样的你杀，好像就莫名其妙走进来的。他说不可，当在他们，你要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啊，掐朵啊，摆设筵席，请这些敌人吃和喝啊。哇，这个是什么？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敌人不能够对你怎样，还请敌人一起吃。我们全部是罪人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都不顺服神，背逆神的。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敌人。可是耶稣为我们死，饶恕我们，在天上为我们摆设筵席，请我们来吃喝，好叫我们能够平安回到主天父那里去。以利沙的心就是上帝的心，天父的心，耶稣的心。他说不能杀，原谅他们，请他们吃喝，让他们平安回到主人那里。所以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下一节，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全部回去。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这一群他不会再想要来杀以色列人了，怎么可能这样就放过我们？我们一直要杀你，你现在能够杀我，你不杀，你请我吃请我喝，吃完了饱饱了回家吧，回家吧。你有良心啊，你都会感动，你都不会再去攻击了。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有一颗饶恕，要有一颗怜悯的心。人家一直抵挡，一直攻击你，批评论断你，你还是对他们好，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平安回到主那里去。阿们，阿们。所以你看到伊丽莎，我们刚才就杀杀杀，那个王就听了没有杀，可是求主怜悯。后来
亚兰的军队不知道多久过后，可能是不同的人还是有来，还来攻击他们。那个时候以色列王就很生气以利沙了，就是你以前叫我不要杀的，他现在生气，他想要这个王啊，我父啊，对呀、啊，刚才我父啊，你是我老爸，教我按照看。后来亚兰军不知道是多久过后，可能是换了军队再来攻打以色列。以色列王说，我现在要砍掉以利沙的头啊！他不是去，不是求耶和华，他要去杀以利沙。现在不是亚兰王要杀以利沙，以色列王自己要，这么笨，上次他救过你，难道他现在不能救你吗？所以求神赦免我们。这边你看到两个问题，这些亚兰军也有问题，你被怜悯过后后来就忘记了，以色列王你被帮助过后后来也就忘记了。我们这里很多个不是一样吗？神曾经救过你，你曾经很火热救灵魂，爱教会同心，现在呢？现在什么态度？动不动就受伤，动不动、哦、就不要传福音，也不要带人来教会了、哎、呀也没有用的了、啊、来到这里也什么，我知道了，我这么多年过后我都懂了，哇，变成什么样？求神怜悯。我们下一次下期预告会讲到后来亚兰军再来，然后这个以色列王要杀以利沙了，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很精彩的、哦、你们如果没答案给每个给他生。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要听取属灵人的劝告。属灵人不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属灵，哇，我每次祷告我会看到异象，我看到光，我看到云，我看到瀑布，一天到晚看到东西，生命没有改变，态度没有改变，没有果子，也不谦卑，只会骄傲，觉得自己是先知，不是这样的。属灵人会谦卑受教顺服，有果子的，而且很敬畏神，也有神的话，懂神的话，也会祷告的。这样的人的话，他很亲近神，他也懂真理，他也常常祷告，也谦卑受教顺服，爱主爱灵魂同心的人，这样的人的话你可以听。第一点，因为神只是敬畏他的人，像以利沙，像刚才我唱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对不对？所以这是诗篇二十五十二到十四节。所以神只是敬畏他的人，神只是敬畏他的人。所以有时候你不太清楚，你不太会做决定，你也会害怕做错决定什么，你要听从属灵长辈，尤其是你知道他们是认真侍奉神的，他们敬畏神，有神的话的，不会乱来的，也爱主也爱你的，听他们的劝告，听他们的劝告。因为第二，谦卑听劝对你有益，谦卑听劝对你有益。这二十八到二十九年来，我看到两种人，有谦卑听劝的真的是蒙福了，有骄傲还要你解释一大堆我才听，或者听了他也不赞成也不听的，我也看到很多出问题的。同时间同时期的人，二十九年来我也知道谁是哪一批一起受洗的，谁是哪一批一起来教会的。今天二十多年后，有一些这样，有一些那样，完全看态度，谦卑吗？受教吗？顺服他，顺服吗？真的是有分别的，有差距的，包括他们的生活都会不一样的。第三，当你很真正敬畏神属灵，在做神喜悦遵行神旨意呢，仇敌也会注意你，仇敌会注意你的，会激起仇敌的注意，人就想要捏造事实，像我刚才分享的，对不对？讲有的讲没有的，
后来警察也知道，哦，全部是没有凭据，没有根据的。警察还称赞我们，还鼓励我们，还教导我们，还保护我们。像我刚才讲的19年前的事过后，过后不久，神就给我们这一块地了，就在这个全古晋最贵的黄金地段，神把这里的地给我们了，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不要遇到困难，遇到压力、挑战、考验就崩溃。考试就是要给你更高的文凭，更高的文凭就是能够有更大的作为，对不对？属灵方面也是一样的，你遇到考验是神要提升你了，要让你上更高一层楼，上更高的高峰，因为神有更大的事情要你做。如果你就崩溃，你就倒了，就不及格了，怎样进步，怎样前进，不能够的。所以第二点，属灵人当临危不乱，临危不乱，不要 I see I see I see哀哉哀哉哀哉，哇！如果我那个时候一听就乱，我就不能够上台了，就不能够再布道，再传福音。哇！如果更害怕啊，虽然自己没有做错，也害怕，很压力，我不能够回去，我将来留在新加坡久一点，还是什么找借口逃避啊？没有，回去面对。祷告，当他们还坚持要做不对的事情，你就耶稣全得胜，耶稣全得胜，就在那边赞美敬拜了，然后神就来动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间有那颗敬畏的心，现在不是你怕，是他们怕。到晚上他们有收到指示，更高的指示，说不可以动那个教会，所以打电话来说我们不会再来了，甚至求我要请我喝茶，叫我不可以讲出他们的名字。你看、哦、变成颠倒过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阿们。你要临危不乱，第一，仇敌车马军兵围困，围困着你，仇敌军兵围困，你要怎样？你就紧张就害怕吗？没有。第二，我们要像以利沙知道，我有神的同在。当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更多，多过仇敌的、黑暗的权势的，我们不需要害怕。第三，我们要有饶恕爱仇敌的心，我们要有饶恕爱仇敌的心，像以利沙一样。我告诉你，如果那件事我要追究的话，我要采取法律行动，很多人会失去工作，甚至有一个官员就刚刚要退休，我都能够弄到他退休金都拿不到，如果我要报仇。后来算了吧，上帝已经保护我们了，他们也怕了，他们也道歉了，什么我们就饶恕吧。所以神才会，因为有饶恕的心，神就会赐福你，神就会建立这边。所以你想，那是19年前的事哦，哦、你们都不知道这是历史，还以为、哦、我们平步青云哦。哦，牧师就是每次这样顺顺利利、啊、讲在台上开玩笑，你以为、啊、所以就是要有神的灵同在，你就能够平静安稳，也能够安然睡觉。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失眠的夜晚，心忐忑不安，太多乱想，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明天会怎样无法想，这是我十九年前的感觉，明天会怎样，很多的突然任谁都会心慌，我心渴望勇敢走在水面上，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在你心海。
跟主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在提醒我不要害怕。无论我面对什么问题，第一件事检讨自己，谦卑在你面前，不要注重任何罪孽，谦卑悔改。主啊，即使问题是因为我敬畏你，我侍奉你，我荣耀你，我也不要害怕，更不要埋怨，因为这证明我所做的这个器皿是有功效的，是有果子的。魔鬼害怕，魔鬼感觉威胁，所以来攻击，想要阻止，要让我停止侍奉，停止神的旨意。我不要上当，我知道你都在，而且与我同在的比仇敌更多，我绝对有平安。我感谢你这些年来一直与我们同在，与蒙福教会同在。我就是蒙福教会，你会与我同在，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从地上到天堂，从现在到永远。让我不要愚昧，不要怀疑，不要放弃，不要停止相信。我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在我们回去之前，有没有新朋友，你从来还没有祷告求主赦免你的罪，让你成为上帝的孩子的，你听到了刚才圣经的和我个人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你就知道我们的神很真，圣经讲的是真实的，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真神。如果有新朋友，我请你站起来，我要为你祝福祷告，让你今天就得着这个平安，今天就能够得救，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们掌声鼓励他，你带朋友来陪他们一起站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那边也有，前面后面还有没有别人，我们这边也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让神给你你从来没有的平安。还有别人吗？还有别人吗？勇敢地站起来，不要迟疑，这是最大的祝福，最聪明的决定。还有别人吗？还有别人吗？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请站着的和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线上的，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代表我们领受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救恩平安。我们举手，然后你要开口一句一句跟着我祷告，跟着我说，主耶稣，谢谢你爱我，我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为了我从天上下来，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承认我是罪人，求主赦免我的罪，用你的宝血把我洗干净，从今天起住在我心里，做我生命的救主，我唯一的神，我的天父，我永远的平安。把我的名字写在天上，圣灵充满我，给我信心，跟随主到永远。奉主耶稣圣名，我跟魔鬼和我的过去所有的咒诅捆绑砍断关系，我干净了，我自由了，我平安了，我得救了，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耶稣的人。主耶稣的宝血在我身上每天保护我，奉主耶稣圣名，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祷告，我就这样得着。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欢迎新朋友每个星期都来参加我们的主日，然后每个星期六晚上也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刚才你看到了以利沙祷告祷告再祷告，就出现奇妙的事情。
每个星期六晚上7:30，然后你也跟带你来的人去他们的小组，这样子你一起成长，也有人照顾你。好，我们一起起立来领受祝福再回家，举起双手，每一个人，天父上帝，请你亲自按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属灵眼睛被开启，有聪明智慧，知道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不需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更多，而且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必定看顾保守我们，让我们每一天不会惧怕，也常常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蒙福，超过所求所想，成为别人的祝福，荣耀神的名，引领更多人归向主，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我们说阿们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跪下来，用主祷文来结束，跪下来，来跪下，举起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我们到里面哦，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们下一次再见，上帝赐福你，晚安。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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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om, Shalom.